上课的，就是讲你。你个人睇啊，个人睇，个人睇，个人睇，脚步啊，明显，系啊，我哋说，要毁尸灭迹啊。无什么冤仇嘛，跟你讲要改车，卖卖，大家卖做伙安尼，迄十波完全无半。拢想讲要开阮当天的钱，之前讲伊还阁来甲我讲，伊要做流程，叫我三十万借，之前讲写了十五万块。他不是临时起意的预谋，来只灯的预谋是足可恶的，迄自头到尾都开钱借起来，阁去摕这钱去买刀呢？啊，你这种人够有法度，够有人性？咱敢有法度原谅伊？真的无法度原谅伊啊！